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酷六网强势推出的首档秀场互动真人秀节目夜唱，每周五晚八点我们准时开唱。我是有一点帅气的麦霸主播 Kenny， 在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于爱美饭的美女主播安然。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然。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我们的焦糖甜心吴丹妮。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丹妮。啊，那我知道呢，大家包括你的粉丝都叫你花花。那为什么叫花花呢？是因为你长得非常可爱，美艳如花吗？不是，是我当时起了一个特别绕口、特别长、特别纠结的一个网名，然后第一个字是花，然后大家觉得叫那个网名的话太费劲了，然后就说要不就叫花花吧，然后后来就叫花花了。哦，真的，原来花花是这么来的。那既然都叫花花了，所以我就要代表我们的网友问问你，你最喜欢哪种花呢？为什么？我喜欢满天星。哦，真的？对。为什么？女孩子都很喜欢满天星。啊？女孩子不都喜欢红玫瑰吗？也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喜欢。因为我觉得满天星还蛮，就是很奇特吧。就是它虽然很小，可能不被大家所注意，但是它在每一种花插花艺术，或者是每一束花的中间都会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那少了它的话其实就会少了很多的那种装饰。其实通过这个丹妮说她对花的喜好，我也可以感觉出来丹妮其实是一位很低调，但是呢特别值得去细细品味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对不对？那聊了这么多花的话题呢，我的心情现在也是格外的好，所以这就到了这个丹妮送歌的时间了，给我们送上第一首歌好心情好不好？好，有请丹妮为我们带来好心情。他们说假日不该在家里，微博 FB 天天对电视机，降低了免疫力，打卡时就没有你坏心情，会不小心想阿飘你这你是你在这个后来呢公司安排你跟台湾很多这个大师级的人物去学习歌曲的创作啊，词曲创作以及编曲啊这些方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都跟哪些老师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技艺？有台湾的吴宇轩老师，然后有周嘉佑老师，还有编曲老师 WFG， 然后还有编曲老师舒通达。他是比较特别介绍一下，苏通达老师好了，他是那个身骑白马的编曲，对，然后有获得金曲奖，好厉害哦。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些大师身上，你觉得给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他们的有些特别，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师呢？你觉得？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用心去做音乐。没错，我也觉得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其实音乐界有时候很浮躁嘛，都很商业化的东西，其实能够静下心来，就是本着一种很真诚的去做音乐的那颗心去出发，用一种很严谨的态度去对待音乐，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唱歌而唱歌嘛。没错。那你觉得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知道你也自己创作了很多的歌，有没有哪首歌是你自己觉得很满意，或者在创作中自己觉得有些故事想跟我们大家隆重介绍的？那我就介绍雨花吧。好，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特别的，它是在其实是在我比较低谷的时候写的，那段时间就属于比较迷茫，就觉得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坚持唱歌这件事情，然后就会问自己很多的问题，然后正好那段时间没有工作，所以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前面的路在哪里，然后就碰到有一天下大雨，然后我窗台上是养了一盆花，我就想着说去把它收进来，
就怕他被风吹雨打之后会落败的那一种。但是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脆弱，他是在那个风雨之中，然后有露水沾湿了他，就会更加的漂亮。哇、而且他有一种向上的生长力，所以我就觉得他蛮感动我的，有一种顽强生命力啊、嗯、遇到低谷的时候不可怕，关键是你要坚强的走出来。对、哎、没错。那下面就把这首非常好听的雨花带给我们好不好？嗯，好，一首好听的雨花送给大家。如果自由也有疲倦时候，抱紧我，让语言是空气稀薄。如果生活剩下黑白尽头，牵着我，感受花谢艳香彩虹，爱像风，狂野不停吹动，花间停格的缺口交织，雨花的激动，雨闪着泪光，为爱勇敢去闯，倔强追寻温暖。为爱勇敢绽放，温柔触碰泥土的芬芳，雨和花只有缠绵不伪装。雨后天空倒映花的笑容，仿佛说世界不再寂寞，日出花落抚平花的脆弱，向前走，不害怕爱潜藏着目光，爱像风，狂野不停吹动，瓦解停格的缺口交织，雨花的激动，雨闪着泪光，为爱勇敢去闯，倔强追寻温暖的微光，一路摇晃，跌跌撞撞，隔着心墙，爱就会晴朗，花爬上了窗，为爱勇敢绽放，温柔触碰泥土的芬芳，雨和花生浓缠绵不伪装。为爱勇敢绽放，温柔触碰泥土的芬芳，雨和花生浓缠绵不伪装，倔强追寻温暖的微光，一路摇晃跌跌撞撞，隔着心墙，爱就会晴朗，花爬上了窗，为爱勇敢绽放，温柔触碰往往这种娇小的生气就有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爆发力。是啊，超能好。没错没错，现在每次唱完这首歌都超饿的，心潮澎湃嘛，好饿啊。好，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吃夜宵好了。好， okay, 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没错，那几首歌过后呢，到了我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环节了。那我们这有一个大嘴的小怪物，你要第几个？啊，我运气一直都超差的，你们。那你先好了。有吗？谁先？你要吗？你要先。我要。我要选择恐惧症。哎。哇！庆幸啊！哎呦！恭喜你中了。可是没咬到我。怎么这么快就中了？是但是他闭嘴了，就证明你要接受我们的这个大冒险来。对啊。首先我就第一个好了，抽签抽签了。来来来来来来，
上上签，上上签哦，上上签，好难的。自己给我们大家公布一下，最在意的异性叫什么？好震撼哦！最在意的异性叫什么？都敏俊熙啊，不会说都敏俊熙啊！现在的姑娘是都只知道这一个名字吗？那会让我们其他很多男士非常的这个，哎呀，对，他非常难过的，太有魅力了。好吧，刚才呢，我们这个游戏环节啊，嗯，第二轮就被他摁中了，所以我觉得很不爽，我们没玩尽兴，对不对？我第一个按。好，那我们再玩一次。你要第一个是吗？你确定吗？确定。你真的是第一个就中了吧？好，你的家庭梦想就要实现了。运气太好了。好，来。好怕啊！来，我第二个吗？你要吗？我第二也可以。啊，好吧。我根本不用担心，一定不会是我的。哎哎，来，完蛋了！怎么有这么不祥的预感？哎，没有哎。啊！哎呦，我的小心脏，我稍稍看。哎呦，完了完了！我要把我们这个礼物先放在一边啊。哎，好紧张啊！哎哎，越来越刺激了。怎么会这样？哇，我有种不祥预感，怎么办？哎，不是我。其实我没有说，我们这个牙有时候也会坏掉的，就是它永远不会闭上嘴。Oh, yeah. 如果是那样的话呢，谁按到最后一颗，谁就要来大冒险一次。怎么会这样？对，哎，这种情况可能即将出现了。四个，恭喜哦！如果不闭嘴，最后正好是你。对，哎，真的不是我，好难选。如果不闭嘴的话，就是你了。来，我来试试啊！来，来，快点闭。二选一，他不会闭嘴的，我觉得，因为今天一定是你中。好刺激哦！ Oh、好吧，自己给自己摇。愿赌服输，来，你们摇还是我自己摇？抱最近的异性十秒钟。Oh my god！ 有没有搞错？这个游戏是等他还是等我？这个游戏是奖励你的。这个游戏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来。我不喜欢了。来吧。来，我们要非常大方的玩一个，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成。好，我觉得是奖励他的游戏吗？是奖励吧？有没有这种被充电的感觉？特别感谢呢，大家今天对我们这个丹妮的支持。那为了回报大家的支持呢，我们丹妮呢就发了最新的专辑，叫做 Listen My Love。对，哎，倾听我的爱。那在这里边呢，有一首主打歌叫做 Love， 是吧？就是叫了爱。那呢，这里边我知道你是和台湾一个新锐的特别帅的一个像周杰伦的创作人，叫做陈零九，对，有合作。然后那 MV 拍的也是特别的啊、小清新啊，就是非常的甜蜜。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跟陈零九合作的这一段有什么样的火花？因为他太帅了，所以我完全是一个花痴的状态，就是完全一看到他就没有不知道该干什么那种。哦，哎呀，那为什么今天你看到我就完全没有这种反应呢？我又败了一次，还会有真爱。我错了，我兴奋一点。好吧，那除了帅之外，在音乐上你们的交流，我看你那个歌曲的 rap 是他来说的，对吧？嗯，对。对，音乐上的这种交流，这种火花，是不是更让人觉得很兴奋？哦，因为那首歌它本身就是有一点像男女之间在恋爱以前，一种隔空喊话的感觉。嗯，像女生的话可能会对男生有要求啊，我希望你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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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然后女生就说我也希望我的爱是什么什么样的，就会有一些要求，然后男生就会是像一个承诺一样，就说我会对你很好呀，你会是我的就是only lady 呀、啊、那种。哇，我其实我觉得这个 MV 我看了觉得特别的好啊，那个感觉就是把这个初恋的这种甜蜜啊，又带点青涩啊，但特别纯真啊，方方面面都表现到了。那我觉得你在里边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出演，那有这个经历，有没有想往这个影剧圈发展的打算呢？有啊，因为我觉得偶像剧那种桥段都好浪漫啊，好想去过一下这种比较浪漫的情节，因为我觉得可能在真正的恋爱之中或者生活之中，这种梦想很难实现。嗯，而且演戏的话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人生。没错，所以那段 MV 没演过瘾，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也要期待丹妮有一天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这个偶像剧啊，这个荧屏上的作品。那聊了这么多，这首 Love 下面我们一定要听听，对不对？是的，是的。好，有请丹妮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主打歌 Love。你的爱
情不定，相遇可以是一见钟情，爱你别怀疑，全心全意默契，看我们彼此约定，爱情慢慢清晰，用铅笔描绘着你 I love you 的剧情，爱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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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宣示的甜蜜，我想记录爱情，延续这回忆，一路开心到底，回应给我立即性回应 Go I want you make itBaby, let's try, oh my lady Hey girl, 别再害羞闪躲温柔体贴为你守候我想要的幸福只有你能给我你的眼眶也汹涌却充满温柔温暖我微凉胸口环游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微笑也幻化成风我的爱干净剔透请相信这个阶段呢节目也即将结束了不过呢在最后丹妮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要送给我们哪首、oh、你自己跟大家说 my darling 最后一首 Oh my darling One, two, here we go期待迎接我，贴上脚睫毛，刷上指甲油，图书馆走走，也要时常跟着我。姐妹们说澳洲如夏闹，哼，不许笑，那些小的人给我留。把他们都不懂，好人卡我想扣留，只想要王子陪我兜风，吃吃菠萝油。其实我没有。Darling 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雨后的那种清新对 啊这个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现场搞得非常的这个有气氛非常嗨啊、哎、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感谢丹妮做客我们的夜唱、
每周五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拜拜。